去场馆之前先回房间。嗨，你刚不是在外面吗？怎么进来的？漂移。那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一次深圳住的地方。哇，首先面前休息区，我一看到这种毛茸茸的沙发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躺一下，看看书，拿一个电脑出来，好，按一下，然后哎，舞台怎么改怎么改，挺好。另外一个沙发区，哦，这里可以睡两个人，一个，然后横的可以再睡一个，还可以睡一个。哇，我们这是深圳站有谁来了？数一数，你，我们 cameraman， 然后有我爸爸，然后我妹妹，然后舅舅，还有叔公，大家可以把整个大厅占满了。可以睡很多人呢，这个客厅这边，哇，无敌大海景，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是什么桥？肯定不是青马大桥。电钢必须要安排一个电钢琴在我的房间里面，好让我去练习。这边哇，很好的伙食啊，很多水果，还有这个，你说它是大提琴还是小提琴呢？它有没有脚？哦，那是小提琴。哦，是小提琴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好像还是挺注意细节的。哦，它没有脚，所以它是小提琴。那为什么不是中提琴呢？哎，你刚才问题没问呀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沙发区，这里又可以睡两个人。哇，这边还可以第六个。这是一个餐桌，大家吃碗。你看一下它的灯像什么？你感觉像什么呢？像我们的 band 的那个帐篷，我们舞台上面 band 台上面的帐篷。哎，那绝对就是因为你是那个导演的关系，我是吃客，我就感觉它像薯片，像不像？你感觉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不好笑，笑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，不好笑。我们看完那个美丽的大厅区域之后，我们去睡房区域吧。这里先有一个客厅，客厕。哇哇，先进去这个区域看吧。哇，很大哎，这是一个。完整的一个套房哎，哇，光是这个套房就可以睡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有三个地方可以走哎，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喝茶的地方，我必须要赞叹一下他们的这个装潢。因为它装了两面的镜子，所以感觉空间感就很大。然后我们先看睡房吧。哇哇哇，这个景观又很好看，然后还是有又沙发，全部沙发我都要去坐一下。哇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们在这个酒店里面会待两天的彩排时间，然后有三场的秀，这五天休息的那么好，我们一定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更加有力量吧。那我们现在去场馆吧。好，出发，到场馆啦。这个深圳的台啊，比广州的多了两个小的，这个
整个台有100米，所以必须得加两个小瓶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去导演的位置。这个很黑看不到，但是这个就是 panel。 今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应该就不会上台了，这个 full run 就不会有我，台上的 full run 应该会只有乐队成员，然后我今天晚上就会在这个 panel 上面。毕竟我们深圳场其实做了挺多改动的，我要坐在下面看完所有的舞美上面的东西。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 vlog。你出镜了 Danny， 我们的创意总监啊。 Hello， 哎，休息了。结束工作回到酒店，我觉得已经是挺有进步了。明天呢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 performer 的一个彩排了。第二天是我上台的 full dress rehearsal。 我们 cameraman 还是我妈妈啊，他现在很自豪了，因为他已经是有一个职业了，就是他正在这样子往后退，这是专业摄影师才会这样子走路。因为我想问你小心撞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好，等一下。好，这样拍我走进去吧 cameraman。 好的，哎，你走慢一点啊，要回眸一笑。不是，你就正常就好了，回什么眸呀。我们现在正常准备呀。好，就是我上台的时候的那个升降机，开咗未啊？未，四到一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我下班了，我拜拜了。下班吧你。节目效果，因为我在拍花絮呢。